您是高凤山高老。哈，您太客气客气。在相声界里头啊，要提起高凤山高先生来啊，那您算一位优秀的老演员。您太客气了。说学逗唱占齐了。嗨，都会点。您这个节目是唱功的。唱功。哎，说学逗唱这是唱功。我啊，唱功这么个啊，我呀、啊、最喜欢唱。哦，您也会唱，所以我就爱听您唱啊。对，我就好唱着玩。您数来宝，数来宝，那可以说是一绝。哎，数来宝，这刚才这都是我徒弟。是啊，哎，相声，哎，也不弱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还有什么这个？最拿手的，我爱唱的就是皮黄。哦，京戏，京戏是啊，哎，我也喜欢京戏啊。是啊，啊，好啊，要是喜欢，咱们二位合演一。您对我不熟是吗？我对您好像没下过什么照例，不太熟。这怎么说话呢？不太什么熟，就是您呢不认识我。哦，咱们少在一块联系。哦，是喽。我一提我这个外号啊，他们都知道。您叫这个？我叫细包袱。细包袱？哎，细包袱。戏包袱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我会的戏太多啊，会这么一大包袱。嚯、哦！是啊，哎，戏包袱，这说您会的不少啊。不少啊。哎呀，生旦净末丑全行啊。神仙老虎狗您也凑合。这话，只您隔一胡子我就能唱。是啊，没胡子唱小声。是啊，哎，那么要是能唱，二位唱一出，合演一出。哦，跟您合作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好好好好。那您找戏。我找戏啊？干嘛我找戏啊？当然了，嗯，我这是准让着您。哦哦，因为我是戏包袱。会的戏太多，我要找戏，你要不会呢，不太合适，显着我呢、啊、也没大人之才了。就是，是不是？哎哎，您这句话差点。什么？什么叫没大人之才啊？这咱俩这毛都白了，谁是大人呢？反正我就不对了。哎啊，要是能唱啊，啊咱们俩唱一出啊，捉放曹。捉放曹。哎，真会找戏。哎，大块老生戏。四大块戏可唱不了。哎，这啊唱不了。不唱全了。唱全了那得唱到明儿。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。没那么些个。就是。咱们就唱捉曹朱毛信。哦，前边。对了。省事了。对。剧中人简单。哎，一共三个。三个。哎，你演谁？我来个陈工。陈工。陈工。老生。陈工台。啊，对对。那哈无疑问的。那您来个曹操。我来曹操。对、啊、还有个小伙脸王生。嗨，王生没几场活。对对对。那归我。您一带。哎，我带。啊，可以。这叫能者多劳。对对对对。知道吧。哎对。嗯、咱们这就唱。场面有吗？哪有场面，咱们这还借场面去。不用场面。嘴里打家伙，手里拉胡琴。哦、啊。这叫清唱。服装也不换。没有。就这么变装。哎，对对对。也不勾脸。勾脸还那费那事儿干得行了啊，什么时候这就开始啊？哦，现在开始。哎，把桌子往后挪一挪。挪桌子干什么？哎，挪挪桌子呀、啊就分出前后台来了。哦，还有前后台。桌子头了啊叫前台。这是前台。桌子后头呢为后台。行了，我上场的时候您得打家伙。哦，我打家伙。哎，行了、啊、您叫板吗？嗯嗯。哎，我要打什么家伙啊？小罗啊，安佩，小罗，小罗，还小赵，哎，小赵哪儿啊？哪儿小赵？小罗就是小罗，呆手罗。哦，你告诉我打响了不就得了吗？安佩，大呆，大呆。怎么跟那踩鸡脖子一味儿就来了？大呆，大呆，围观。大呆，没完呢，开始。大呆，大呆，围。大呆，大呆，围观。大呆，大呆。我火葬场等你啊。那、哎、好，咱们那儿见了。哪儿啊？大呆。行了，你把我逮哪儿去？逮起来没完呢。怎么了？到台口，您瞧我这么一透袖。您这别打了。您这是这叫柱头。哦，这叫柱头。哎，
透袖啊，错想了、啊、怎么我打您轰蚊子呢，这边有蚊子吗、啊、现在蚊子抵抗力大，您别废话啊，一透袖您就别打了，行了您了，恩配大呆，越听这味儿也别扭，大呆大呆，这甭打了吧，你为什么呀，别问啊，这么一透就别打就完了。为官清正，与黎民看短远亲，看去去去去，我说你干嘛，哎你干你干什么，你啊怎么你吓我一跳，哎什么，这有大锣吗，这哈没大锣，这没大锣，咱们唱什么戏啊，捉放曹，哎呦我以为是法门寺呢，我说您倒会的不少啊，会的多，这没大锣没大锣，哎还是小锣啊、哦、大呆，我说你甭宰这鸡脖子行不行啊，大呆头戴乌纱双翅飘，就您那脑袋戴乌纱，什么叫脑袋呀，黎民不幸落逍遥，虽然七品浪官小，一见忠心保汉朝，大呆下官，大呆姓陈，大呆命孤，大呆子公，大呆，我说你打一下有一下钱那是怎么样，你逮起来没完呢，你太贫了你、嗯、打两下就得了，这还受限了，什么笑够唱够这台本就行了、哎、啊对吧，呆这不算这不算，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，叫我捉拿刺客曹操，我也没往身疼，斯文大探为见回报，所有没带跟班的，所有大呆，左右大呆，我说你这干嘛呢，您倒是搭架子，哦我搭架子啊，先唬哪儿，唬哪儿，你胡鹏干嘛，不是搭架子吗，搭架子您说有说话啊，我说有，哎我说啊，你说管不着，什么叫管不着啊，趁这派头，哎呦哟，我搭茬 啊，我成奴才了，什么叫奴才 啊，这您叫搭架搭这么一口，回头您叫我的时候我还来呢，哦互相的啊，那行，我说您能唱啊，没错您放心啊，您这戏包袱行啊，没错包的东西多了啊，是大呆，所有哟伺候大呆，所有这就来劲儿哟，伺候大呆，所有哟，伺候大呆，哦你也我说你不会别的你就会这呆啊，这玩意您得该您唱了，该我上场了，该您上场了，哦行那您来叫吧，左右哟伺候，哎呵回去啊，您这是小花脸，哦哎跟您刚出场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小花脸、哎、王生，哎行了，左右伺候，哎抬抬令定台，啊嘿抬抬令定台，
说你吃头发的是怎么着？你拿我当猫啊？你这爱孩子爱孩子干什么呀？您这是抱啊？王生上来有词儿，有词儿您得抱。什么词儿？抱董捉拿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事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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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是。哎，我这打家伙了吗？哎，对对。所以伺候白台令定台捉拿曹操是禀的太爷敕，还窝头呢啊。哎，窝头太爷哪儿那么些个东西啊？是你可没少吃窝头。禀报太爷敕，禀报太爷敕，白台令定台木偶牵着了，您瞧见没有？您倒是抱啊。谁抱？你抱啊。你抱吧。你抱。我不敢抱。怎么？我怕他抓我。抱猫啊。抱什么？抱事。怎么抱？参见太爷。咋了呀？谁给你抱呢？你给我抱。参见太爷。罢了。罢了就罢了。还真和谐，你这。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哎、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我这喜从何来？你老婆子生一大胖小子。这像话吗？这个您一辈子没儿女，这像话吗？你们老婆子生了，这捉放曹有这词儿吗？还是独生女儿？呸，怎么意思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62养一顶门棍。怎么了？这大几的事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？我70多了，我还养杠子呢啊。是吧？那像话吗？多了不行，多了不行，计划生育懂吗？像话吗？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。哎呦，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。有何为证？还要证？那当然呢。扇子为证。扇子像话吗？宝剑。宝剑为证。呈上而来。太爷观看。哦、哎、呀，要死？你才要死呢。我说你这叫什么词儿啊？你这干嘛呢？大惊小怪。哦哟，这干嘛？这是宝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曹操的啊，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，我害怕。怎么着？四总啊，我害怕呀、啊。哦，你瞧见曹操这把宝剑吗、啊？你害怕？啊，四总啊啊啊！我害怕。你半夜的撬门，你怎么不害怕？我多少回干过那个，咱不知道。宝剑入库。宝剑入库。来哟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啊，你找谁？什么找谁呀、啊？找曹操啊！曹操啊！曹操，曹操，对对对，曹操没来啊！曹操没来，闹情绪呢，给调棋没调上去，他没来。捉放曹，曹操没来。对了嘛，那就散了。啊，散了啊！把脸认出来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慢吧，干嘛？你赶曹操去？哦，我还赶曹操、啊？我怎么这么多事儿？你等着，嗯，曹操赶曹操，曹操啊！你赶曹操，你嚷什么呀？我赶曹操，曹操去，我赶曹操，我这王生没用了，这个哦，这叫假设了，假设了，哎、好好好，来，该我了是吧？赶曹操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，啊嘿，回去啊！曹操也这味儿，啊嘿，这也这味儿，大花脸哦，赶大，哎，大嘿，大嘿呀。来也！哦，哎，对对对的，曹操头回、哎，嗯，叫，来，有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哎，大，扛子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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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，再得扛。哎呦，来也！大，扛子来，走扛子来，走扛子来，走扛，你再得扛。来也！哎来了，啊，来了！哎呦，好，好，去上去上那边领那轻功去啊，这个啊，干嘛？我掉校来了，我还不知你来了，来了吗？来的、啊、来了，还有词儿呢。什么词儿？你得唱那四句词儿。哦，曹操还有四句唱，有四句词儿。咱们对对词儿吧。对什么词儿啊？哎，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样。啊，是我唱啊。你跟我对什么词儿？我怕我这词儿啊跟你们不一样。都是一样的词儿、哎。不，我是内江派，我怕你是外江派。这没有内外江。哎，这内外科可差远了。什么叫内外科呀？啊，那内科外科家的，就是我是内科家，懂吗？咱们对对词儿，回头完了你接不上来不好。咱们四句词儿，艺术范啊，四句啊，你们那个四句也打头一句能唱吗？
废话，是吧？谁都得打头一句唱，不是倒卷帘，没有打后头他那句唱。哦，那是规律。那折跟头怎么唱呢？这个，你们那四句头一句是什么词来着？逃龙潭，出虎穴，躲灾避祸。哦，关中词儿。什么叫关中词儿？都这词儿。抄我们的本子。什么叫抄你们的本子？第二句是又谁知朱毛信自入网罗？也没什么新鲜的。什么叫？这就够新鲜的了啊！三句是跟我说你哪句不明白？你说不是不明白，啊、我细包袱，我怎么不明白？细包袱三句啊，三句你怎么的？那么三句什么词？你倒是会不会吧？啊、会的多了，细包袱啊！好好好，要我抖了开这包袱、啊，你看看。等，先生，怒冲冲我且罢，滴水言过，错了，没错。幸亏跟着对的词儿，这没错。您这是四句上的，没那是啊，没那是。本来嘛，你这个哎，纯粹写外行，你太外行了。本来嘛，跟你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，这是四句。哦，对对对，差不多、啊、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？是这意思啊。成了，您再笑。我这戏包袱是一句不会，合着。来。将此火草坐坐坐坐坐，你还成？将此火草压上膛来。大扛子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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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，再得扛。好龙盘春红雪，躲在避火。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，得得扛。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罢，空旷滴水呀哎呀过。扛子来子扛子来子，你叫什么好啊？是不错。扛得得扛。哎，四句什么词？你可真笨啊！你太笨了。我。刚才我教过你这四句，到这儿你还忘？我一点不笨，不笨你不唱，聪明着呢。聪明你不唱，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。你糊涂，你根本就不清楚。您瞧您坐在这儿，嗯，多大派头！哼，白嘴一撇，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。我这就来一身汗了，能怎么？你身汗啊？我也没不流水，知道吗？对了，我比你还大三岁，你知道吗？你大六岁，你得给人唱词儿。我唱词儿，我唱不上来了。怎么唱不上来？你把我累糊涂了。累糊涂了。还挺大脾气，净嚷。您瞧瞧，哈，所有将此棵草压上。你瞧我，又敢王生，又敢曹操。他是你说来曹操啊？啊，我正宫我是老生。你说了吗？你把成功抢去，我可不是曹操吗？你说了吗？行了，我不跟你捣乱。什么叫捣乱呢？有大人之才。你猜什么叫大人之才？咱俩换个。什么？怎么换个啊？啊，换个可以。我坐这歇会儿。待会儿我来成功。待会儿。你来曹操。待会儿来。哪儿啊？就这儿换。这儿换不像话，来换不了。将此棵草压上堂来。你听我说，为什么换不了？你出去不出去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你不出去我给你打架。你扛他来，扛他来。你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你瞧多厉害！来，将此棵草压上堂来。我谁呀、啊？啊，你改曹操了？你呢？我成龙啊。成功你可行？啊，多新鲜，没错，直到这后边行路。沙家四你可行啊？没错，您放心吧。好好好，来，将此棵草压上堂来。来打扛子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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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来子来扛，逃龙潭吃虎穴，躲灾避祸。扛子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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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来子来扛，有谁知朱某心自忘路怒冲冲我且罢。打打滴水呀哎呀过，扛子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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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来子来扛，喊成功他把我怎样罚落。来，将此棵草压上堂来。没看见你呢，喊成功他把我怎样打落。来，将此棵草压上堂来。我来了啊，
我早就来了。你来了啊？那边签到。我签什么到啊？我知道你来了。我签什么到？你来就得了吗？我哪不行？我问你，多问你两句，怎么了？我怕我忘了，知道不？我怕认错人，我小心点好，多问你两句。你不用。这有什么？不用啊，行吗？哼，我怎么着？还是不会不是？啊，这戏包袱纯是瞎闹。瞎闹。见谅本贤雷和不跪。下面站的可是刺客刀的、哎、这忘了吗？哎呦，这不是包袱。哼，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既知我名，何必多问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是个碎嘴的这个人。既知我名，何必多问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是我。是你就是你吧，你干嘛这么瞪眼呢？啊，这万下还有词儿呢。我知道有词儿。万下还有词儿知道吗？什么词儿？见谅本县为何不跪。这错文不下蛋，这人见谅本县为何不跪。呀呸呸呸呸，你这叫什么毛病？这叫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？你呸我一口，我呸你三口，赚你两口。这出戏还不是不唱呢。啊，谁看闹的我啊？你那是汉吗？咱曹操今天反朝，上跪天子，下跪父，岂敢跪你这七品的贤呢？尔待怎讲？这是曹操吗？是陈姑什么味儿啊？我是不跪呀，当真不跪啊？不跪，果然不跪啊啊啊！不跪啊！谢谢。我要知这说什么也不跟他唱的。罢了，我那狠心的曹操。别唱了你。